又到假期，那我们今天来玩这款游戏，它有很多史莱姆，跟我们之前玩的那个什么偷家模拟器挺像的，但是呢画风会更加可爱一点。我刚才本来是想就是说把这些小的章节就是做成分批，就是一集一集的，然后做成一个合集，因为有非常多嘛，是想着稍微改变一下的，但是这后面节奏超快啊，发现不太合适。那我们今天还是做一期简单的试玩好了，就是选几张比较有意思的地图，这还是挺有趣的，但是呢超操作可能会节奏很快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吧。先进到这张地图里面，我随便选一张哦。它是这样子的，这边有个小岛嘛，我们要占领它。我们呢只有一个这个洞穴哦，其实会根据你的蘑菇，它消耗一个蘑菇就会给你生产一个史莱姆哦。然后如果我们占领一个洞穴的话，这个黑色的就是中立的哦。如果我们把它人口消灭掉，然后再住进去的话，你看这里面就两个在生产了。不过我们蘑菇的来源呢？你就要去占领这个蘑菇农场了，相当于人口越多它生产的就会越快。哎，这边人口多一个了，给它拉出来一个，不然它会直接消失掉的。当然呢你也是可以在地图上捡捡蘑菇的，你的食物呢也会更多。然后地图上还有这个箭塔，这个是中立的箭塔，我们只要把它里面的人口给它清理掉，三个人口清理掉之后就是我的，然后我再派人进去，五个人就可以防守在里面了。箭塔是不会生产这个的哦，但是它会生产箭矢啦，敌人过来就会射箭啊。好的，那我们这边蘑菇农田跟这个箭塔都已经有了，然后我们实际上可以给它编个组。假如说这两个我想就是不用一直拖动就可以给它派人的话，可以选中它，然后 Ctrl 加 E 哦，它进攻就进攻了，然后我按一下E就可以了，然后我可以派兵来这边守着啊。好的，没什么问题是吧，人口甚至有点多啊，直接派出去打他家，然后我们一号键按一下，直接血斧的加右键，每点一下就派出三个兵。哦，这边被他占领了，兵全都拉出去，先把这个位置给他占领了，节奏很快呢。目前前面小关卡的节奏就很快，因为你对抗的是 AI 哦， AI 的操作实际上我有点跟不太上的，就确实有点跟不太上了。 OK， 那这边守住了还是比较简单的，然后我这里都给他选中吧，就选成一号键好了，到时候有兵就一起拉啊。哎，你们怎么个事啊，我现在还没有选中，尽量呢给他反锁一下。然后他只有一个繁殖岛，我可以直接大军压境给他吃掉啊。目前还只有一个小小的而已啊，还是比较轻松的。好的，小史莱姆们上，把他吃掉。OK， 只要这边岛屿上的所有敌人都被消灭了，你就赢了。花了两分钟，还是比较快的。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一些比较有趣的关卡吧。他还有什么争夺战啊，什么乱七八糟。当然这边呢也是有祝福的，就是一些技能，你可以自己种蘑菇啊，干嘛的，也可以设置一些陷阱。我们来这个海龟岛看看，是在海龟的背上哎。不过呢，这海龟的背上有六家，我们是绿色的。这里有个技巧，就是你要先等它出击，我们先积攒人口，让他们先打着先不着急哦。他们不出动，我们就不要出去，因为如果我们先出动的话，你看这边出去了，我直接偷他家，来，他也来偷他家了。OK， 这边直接给他偷掉，他过来偷我家了，没事，我去把他家偷了。就是要这样子哦，等待时机。哎，怎么还差一点啊，这家必须偷了。然后左边这里呢都是我的。哎，怎么还差一个啊，他有时候呢会射箭的，会稍微防御一下。好的，中间让他们去争夺。哎，中间不能让他去争夺了，他只有一家了，我没有食物了。可恶，我凉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还是太慢了速度了。我这边是没有食物了，中间这个蘑菇田被谁占领谁基本上就赢了，重新开始吧。就是节奏很快呢，你必须要掌握好那个才行哦。而且我们位置呢是随机的，现在来右边这里了。我该偷家有一点失误，我就舍不得出兵啊，就如果兵出多一点，一波把它给占领掉就好了。好的，已经准备了，开始赛跑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。哎，他来偷我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家不会被偷的，这边反锁一波。好，不着急，这里直接全都杀出去哦。哎，家里不用管，家里好像也要稍微管一下。哎，怎么个事啊，你给我打游击战是吧。好的，这三边都是我的，对面还有三家，那我就积攒人口，等一下把中间农田占领掉。不行，现在就得占领了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蘑菇了，这岛上也是有一点小蘑菇的。人口有点多了，稍微派一点出去。好，中间人口给他拉满，这个位置已经是我们的了，我们最好也不用太管他了，这边不着急。我等他出动了，看他怎么行动。我现在是有食物的，他是没有食物的。我把右边选中编个组， OK， 中间翅膀来直接把他这边给偷了。哎呀，他来这里了，这里吃掉，
节奏很快呢，它只剩一个了，那我把这个吃掉就行了。OK， 哎，怎么给它交换掉了？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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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竟然给它偷家成功了。好的，赢了吧？哎，好像没赢哎，这边怎么这么多人口啊？可恶。OK， 搞定了，种族战争啊，非常刺激的。那还有更刺激的，后面超刺激。现在这个农民村啊，很夸张呐、啊，抢粮食抢分起来，中间有几个田哦。我们在这里是吧？哦，我们在上面这里哦。我们节奏要非常的快，你必须先占领一个洞穴出来先哦，六个刚好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要抢粮食了，这边是不会生产粮食的。然后看谁速度比较快一点。好，我现在占领了三个洞穴，这边呢来右边这里先占领一个蘑菇田先，不然是没有粮食的已经了。应该第二步就去占领蘑菇田的，不然的话我是生产不出来。蘑菇田人多一点可以生产的快一点啊。然后等一下就要开始抢粮食了。哎呀，完了，中间，哎，我赶紧过去偷了，过去偷了。这个中间这个大农田非常重要，因为它比较大，人口给它塞满。好，就跟他争夺这个大农田啊，不要让他抢走。我们可以获得很多食物的，然后呢就可以扩展我们的地盘了。哎，这边没有关系，人口稍微多一点没事啊。OK， 左边这里农田也给他吃了，接下来我得扩张人口了，赶紧去扩张一下我的地盘先。哎呀，我中间被他偷了，什么时候中间被他偷了？这就有点难搞了。节奏很快呢，就是你如果拼这种操作的话，就是调兵遣将啊，你是搞不过 AI 了。完了，我已经没有那个了，不用打了。接下来搞不过他了，就要很快很快才行哦。我重新来一步看看哦。完了，这我没天了，我根本打不过，我不打了，很难搞呢。我们再打一下其他的。哎，这张地图呢可能会比较适合我一点哦。哇，我现在两面被夹击了，完犊子了。这边过来偷，上面一直在进攻我，完了又打不过了。咱们就来看看地图好了。我看一下后面这里哦，这边我倒是没看过，冰原哦，这个感觉会不会简单一点？看着还是挺简单的。先把这个农场给它占领下来先，然后呢再去扩张人口。来，再来一个哦，上面很多臭小子，他是有建塔的，这边我们倒是可以去偷他们的。哦哦哦，再来一个。哎，我完全浪费兵力，这没用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得发展自己的势力先哦。来来来，这个呢，这个农场是我们的优势哦，我们先把农场给它占住先，其他先不管他，他们爱打生打死随便他。他这边要去占领这个地方的，我要不要 偷一下呢？算了，不管他了，让他们先打着，我们先把人口积攒一些先，等一下渔翁得利哦。好的好的，他出去偷他了。哎，他来这里了，他来这里了，那这个位置肯定是我的了，什么都不用说，直接驻扎进来，八个人口，我都有点直接先打进去了，人口先平均分配一下行哦，等一下我一波给他搞定哦。臭小子，你胆子挺大是吧？粉色的，我们不要那个。不要把一家直接消灭掉了，但是这也没办法，我本来想把那个粉丝留住的，但是留不住啊。哎，上面这边又过来偷我了，可恶！哎呀，完犊子了，这个我直接放弃了，我先积攒兵力先，先不着急，先不要那么碍眼了，让他们打一下先哦。这里人口给他堆上去，我们等一下呢往下面发展，把他这个农田也给他处理掉。哦，怎么过来进攻我了？你是疯了吗你？直接给他家偷了，来。下面这里咱们先不管，把这里给它处理掉先，这边拉点人口，这边再拉点人口过来啊，里面角落里面人口倒不是特别重要，中间打打打，你们使劲打，我也不管了啊。哎，又出去了是吧？出去我就给它偷了，这边人口全部拉出来。 OK， 好，这个位置是我的了，人口拉满，我就堆人口了，人口堆满再说。他这边爱偷就给他偷，然后呢我边上有人口就直接派过去增援一波。来呀，来打我呀。哎，来来，这边直接消耗。哇，这上面人怎么这么多啊？他有个大城堡是吧？可恶啊，怪不得。而且他还有两个箭塔，我们很难打进去，我们必须得防守一下先哦。哎，下面出来了，下面出兵了，我直接把你这边占领了，臭小子，中间这里顶住。 OK， 中间这边一定要顶住。来来来，交换交换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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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怎么调转方向了？他同时进攻两个位置，哎，可恶！问题倒不是很大哦，我目前还是可以吃得消的嘛。我这边角落里面呢，倒是，人口有一些多啊。我把右边这个农田给他占领下来先。好的，哎，他出门了，这家直接灭掉。OK， 搞定。
对，再拉个人啊、哦。然后我把前面这个位置给他守住就行了。接下来我就把角落里面的兵拉到中间这里过来。来啊，臭小子，布欧嘛。哎呦，他会随时那个。哎呦，我这边人口太多了，不断的消耗。我先把他塔占领一个下来先，不着急，这个塔必须得拿一个下来先了。臭小子，欺负我是吧？来，你人很多啊，我也人挺多的。好的，好的。哎呦，他跟我抢塔。再来，我看他有多少人，我现在5个繁殖呢，全都压上压上啊。好的，2个塔都是我的了，现在接下来就往里面塞人就可以了，我看你怎么搞啊。好的，左下角这边人满了，我直接过去消耗他这个小房子。等一下他只有一个大房子，我把他农田也 给他打了，臭小子。反正这个防御塔现在是我的，我现在完全不怕的。这里得来点人了，这个防御塔不要给他那个了。OK， 没什么问题哦，这一步啊，搞定，直接给他拿下。哎，还差一点点啊，我这里也派兵出去吧，总算是赢了一把了。哎呦，他每一关呢都是有战略的哦。哎，我看一下下面怎么样，金贝哎，哦，下面还有好多关哦，下面感觉很难，就每一关的玩法呢都稍有不同啊。哎，这是金鱼的背上吗？哦。这是我的吗？这不是我的，我试一下。哦，这是我的。我有两个位置，你需要同时操作上面跟下面，分了吧，我操作不过来。谁爱操作谁操作去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，反乌托邦沙漠。这个呢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地盘似乎。我们在左下角这边哦。我们先进去把这个农田给它搞起来先。其他人有地盘吗？也有。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人啊。你就要把所有地盘都给它占领了先才可以哦。我们最好要不要去抢一个人的地盘呢？算了，先不着急，先不着急啊、哦！我先把自己给发展起来先。好的，有人了，我们直接去把这个箭塔给他拿下，先把自己家门口守住先。我这个农场呢也有3个兵了，对方这个箭塔只有5个人啊，他那个是比较菜一点的。那我们可以把这种5个人的先给他处理掉。哦，他又进攻我了吗？你是疯了吗？你没事过来打我干嘛？你打这种小箭塔去啊，他被我们直接射掉了。好的，让他们先打着啊，这里过来攻击他了。我等一下去渔翁得利一波。他下面可以打得进去吗？等一下等他们人口都打光了咱们就出去。蘑菇给他捡一捡。我人口都快满了，我必须找一个地方打一下了，我直接来这边吧。好好好，走。兵直接全都拉出去啊、哦。哎呀，他还想过来偷鸡我，臭小子。再拉点人过来守这个防御塔。这边人口太挤了，都挤在这里了。这里已经是我的了现在了。臭小子，你家塔都没了还过来偷呢。我再派点人过去哦，把这里顶住。好的，这个位置我们也给他顶一下。哎，不过在他家门口咱们就不太好控制了，实际上。慢慢来吧，把自己家门口守住先。这个谁呀、啊、这个黑色的，这个灰色的。他一直来打我，一直来打我，很烦啊，他也不去打别人。哇，他已经占领2个了，怪不得那么嚣张。这是我的吗？啊这也是我的。可恶。我现在有2边啊，我刚才一直没注意他怎么不来打我。我知道了，我不用去管他，我直接去把他家偷了就行了。我一波人直接派过去偷他家啊、哦，前面塔不用管啊、哦，塔爱怎么样怎么样啊、哦，就是塔占领了，实际上也没啥用了，就趁他出兵的时候把他家直接摸了就行了。我想不到上面还有基地，上面这里咱们还是守一下啊、哦，他会给我们提供人口的。好的，他家呢现在已经变成我的了，然后把这个塔给他摸了。好的，防御塔也是我的啊、哦。这小黑子死定了，你给我等着，你这个小黑子一直在偷我，一直在偷我，很烦呐、啊。好，上面这家这个洞穴咱们可以给他处理掉了，他没人的呢，他也玩不过我。他是个小势力啊，现在这个小黑子的话就是大势力，相当于小黑子你死定了。你小黑子地盘很大呢，咱们去偷他家、哦、这里人口全都拉出去。他上面那个这个位置一直在偷我，他下面这边反而比较空虚哦。人口直接拉出去，这边防御塔呢也直接给他处理掉。我这边再来点人吧，来帮忙一下。小黑子又来了又来了，一直在偷我这个防御塔，可恶。我这边还得拉点人过来帮忙。好的，他家可以偷掉吗？偷不掉。偷不掉算了，等一下我这两个地盘的兵都拉到一个地方哦，把那个小黑子给做掉。我现在有3个地盘了是吧。哎，这里怎么样，怎么还没死啊，臭小子。这里不行了，这里不行了，这里被小黑子给占领了。我这里去打小黑子家，人口全都拉出去，这里面也是全都拉出去打他家，这里给家里守住，然后呢去打他这个箭塔，这边竟然敢偷我的箭塔，你小子，
中间有个蘑菇，在那这里也可以打到箭头。臭小子，你死定了！我这是把你上面一锅给你端了。这边人口有点多，就是路太窄了，人挤不进去，全都挤在这个位置。好的，他的箭塔马上是我的了，把他里面的养鸡场也给他处理掉。臭小子还开养鸡场，这下一定可以把他家处理。哎，你们怎么去里面了？没事没事，里面也要处理，外面也要处理啊，都是要给他处理掉的。好的，那接下来游戏结束了，就这个位置呢一直在被他骚扰，其他都还好。那我这里的话，直接拉十个人把这个防御塔给他处理掉，这边拉二十个人给他家给他处理掉。然后上面这里呢，拉十个人把下面的防御塔给他处理掉，十个可能不够，再来个十几个。上面这里还有十八个，直接摸他家，一波给他端了。这边有人的话，家里稍微守一守。好的，然后这边还有人啊，来吧来吧来吧，都拉出去哦，我也不管了，直接给他一锅端了。可恶，一直在搞我事情。好，这一家没了，这一家也只剩一个人了。哎，再见吧。好的，搞定了。还有吗？这边竟然还有个塔。哎，这里我竟然没有拉人吗？我不是拉了很多人过来。他后面还有养鸡场哦，他里面还有一个地方是吧？来，里面这个也给他端了。臭小子，一直在骚扰我，你这个养鸡场我也给你处理掉。好的好的，这里的洞穴已经没了。哎，接下来就剩，哎，没了吗？不是，哦，赢了赢了赢了。可以，那还是挺好玩的啦，就是每张地图，但是节奏太快了。我觉得能不能来点自动化，就是线路拉起来之后它自动派人啊，这样子的话，因为后期如果像地图比较大的话就挺难搞的，特别是面对 AI 的时候啊，你真的搞不过它的。像这个啊，它可以同时超过好几个几条线拉过来，咱们只能一条线一条线慢慢来了。嗯，不过呢，如果手速快的话应该还可以哦，可能是我手比较长吧。那行吧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呢就先到这边吧，那这里是阿西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